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in，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这个椒盐鸡腿排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呢？其实椒盐鸡腿排呢是一道非常家常的料理，那我们今天示范的方法呢，其实就是用非常健康的方式来处理它，我们过程中没有加过任何一滴油，甚至我们在煎鸡腿排的时候呢，还有多余的油可以沥出来。那这多余的油脂呢，我们也不要浪费，在下一次做料理的时候，炒青菜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进来，让你的料理添加更多的风味哦。那整道料理吃起来呢，不但这个鸡腿排的外层还是非常的酥脆，里面还是非常的多汁。那么你可以搭配你喜欢的胡椒盐，在家里很轻松的做出这道料理。所以下次有机会你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，不妨试试看这样更健康的做法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椒盐鸡腿排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